董文克公在担任少司空的时候，曾跟我讲过一个故事。以前他住在乡下，有一次他正在家里读书，邻居家刚好有位老者来做客，听到他朗朗的读书声后，老者便对邻居说，根据这读书声，我便知这是一位富贵有福之人，可否请出来相见。当他过来之后，老者便对他仔细端详，又询问了他的生辰八字，沉思许久后对他说，根据你的命相，将来一定会官居一品，在某年可以任知县，某年将管辖大县，某年将被正式任命为大县县令，某年会迁升为通判，某年又迁升为知府，某年由知府升任布政使，某年升为巡抚，某年将升为总督，请你千万好自为之，以后你就会知道我所言非虚。说完老者就离开了，从那以后他便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老者。不过对老者的预言，董先生觉得并未应验。然而如果仔细比较董先生一生的仕途，也确实与老者的预算相差无几。老者所谓的做知县，相当于董先生由拔贡得以出任户部七品官，所谓管辖大县，相当于受翰林院庶吉士，所谓石首，相当于担任编修，所谓迁升通判，相当于担任中允，所谓知府，相当于翰林院侍读学士，所谓升巡抚，相当于董先生后来任工部侍郎。这些官爵品级都相当，受官年月与老者的预算也都相符。不同的是，一条是做京官的途径，而另外一条是任地方官的途径罢了。所以说他灵验吧，又与事实不大相合，说他不灵验吧，其实大体上又与事实差不多。只剩他预言董先生要官居总督的话还没有应验。后来董先生官至礼部尚书，这下与总督的品级也相符了。其实按八字前肢来推算一个人的命运，有时候特别应验，有时候又完全不应验，有时候一半应验一半不应验。经过反复思索几件比较应验的事，我觉得以八字来推算人的贫富贵贱，只能就大体上来看，这期间因为人事消长盛衰的缘故，所以结果也略有异同。比如无锡邹小山先生的夫人与安州陈密山先生的夫人，他们两人的生辰八字是完全相同的，邹小山先生官居礼部侍郎，而陈密山先生官居贵州布政使，他们都是二品官阶。若论爵位，布政使当然不如礼部侍郎尊贵，然而若论俸禄，礼部侍郎却比不上布政使丰厚了，这样两家各有所补，也就相抵了。此外从两位夫人本身的情况来看，他们也都能够颐享天年。陈夫人虽然早寡，晚年倒也健康安乐，而邹夫人虽然与丈夫白头偕老，晚年却双目失明，家境也日趋衰落。这么说来，他们的情况也经营销互补而持平了。由此看来，这大概与他们的出生地点或出生时刻有关吧。因为他们在出生地域上有南北之别，在出生时刻稍有先后之差。我的第六个侄儿和奴仆的儿子刘云鹏出生的时候，两家的产房只有一墙之隔，两家的窗户彼此相对，两个婴儿又同时呱呱落地，出生的时刻几乎分秒不差。可是我那六侄儿16岁便夭折了，而奴仆的儿子刘云鹏至今还健在。这大概是他们命里所带的福禄有一个固定的量，只因我那六侄儿生长在富贵家庭，娇生惯养，短短的16年间
便消耗完了他一生的福禄，故而早夭。而奴仆的儿子生长在贫贱家庭，平日里粗茶淡饭，消耗无多，所以他的福禄尚未享尽，自然可以留在世间。巽息盈虚的规律似乎理应如此，但其中道理究竟如何，还是留给那些通晓命数的人去做更详尽的解释吧。